小克这边还行吧，二幺二变两层，二幺二的变两层还行还行，你大他妈也是补了好吧？这边是宁波城，宁波城什么玩意？不知道不知道，我先把血量先挂了，不管他，往回吧。妈的个！宁波城那个三公啊，那个带钻石斧头的三公啊。宝清几啊？宝宝清武装的宝宝几号？五号。哦，他是三公啊，他那哦对对，武装化身三公，对，武装化身三公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他武装超级慢，武装比他化身还慢。输的优势都有，物理绝对有艺术。妈幽灵法我们抢不了，嘿，上了电魂闪啊，什么血能点掉了，那防御圈也没了，也漫天吧，主要是漫天。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好像就这个阵容开两阵把我灭了，记得不？我记得有一次是就是他们，对的对的，他们就是上攻，我们鸟他们疯了，对对对，宝宝不是很硬，善恶。我前期就点，不要拖。这他妈点毛线，花都没开了吗？怎么点？你告诉我怎么点？我没说现在，我说你开花把花开了，赶紧大堂去砍对面的，砍对面的四号宝宝，你砍四号宝宝打五号，能打的死快点。这种队伍他后期给顶不到几天地，你不好扛。光辉赶紧补满了，光辉被笑了。妈的，血人就这么没了，还行，一个眼，暴击啊，一个眼，一个眼。他们也是近台上啊，他妈一万血没死，打一轮了，我操！我先盾了，他可能上碟要杀我了。好，盾了吧，盾了葡萄紧箍咒雷啊，把谁雷了？把武装雷了吧？雷法系列武装都行，好吧，雷吧。上盾扛得住不？不好说啊。上盾扛得住啊，他是孤的又不是杂的，但是没有后腰都不好说。他是不是点我面伤的吗？点我面伤就弄我了。他能给你平砍。他点我的，点的点的。给你平砍，给你平砍，我操！什么？什么？这么容易叠的吗？轻死，让他死，死了。哎，不好说。叠经济五，死了，紧箍咒勒死。衣服给王亮吧。地府给王亮吧，王亮给了吧，化身活血啊，活一手吧。要不就普陀宝宝拉起来活吧，好吧，普陀宝宝拉起来活，大堂活了算了，来拉起来活，快。那能给王亮不？能给，好像能给。给吧，宝宝四号吧，四号干了。1730的紧箍咒啊！我操，没套中。我说把我又点死了吗？
阿西没有啊，大唐的教宠。一号上个啊，把一号清掉。还有一二上号电魂闪，或许活大唐普陀宝宝给武装把大金顶一个，好吧，顶大金，顶大金，顶大金。一会儿光辉光吧，大唐教宠啊。老不说一吗？谁打的二呀？没事，都打二就打二呗。一号砍了一刀的。我操，这武装什么情况？一样光辉。嗯，光了几个了？两个。千里魔镜，妈的，输出拉满了，对面就打一波的是吧？他这个就一波啊，还行。操！我套中的话能打点杀，这一波不行不行，先活地府好吧，地府光会把自己关了吧。你把我打二吧，我砍一了。紧箍咒太多了，点不死压力太大了，点不死这波，点不死这波基本上不好整了。你点半天了，赶紧点半天。点半天，他们也要防的。就是看挂不中挂不中的问题。最后一回演了。好了，我他妈没给地府顶。活了，我看你活了地府。肯定是不会给地府顶的，可以来发慢点也来行。这把他不笑我，下把有金青，没人笑你了呀，两叔出手了呀。谁是谁笑了我？操！地府没了，地府死了。嗯。掏风卷呢？没球，还够不？我被笑了，怎么可能够啊？化身的凌渊台啊！不，你没有凌渊，七会，七会没有凌渊，那这怎么解封印呢？我操！大唐这血量容易死，大唐血量，我自己给自己顶的好吧？我自己给自己顶的，普陀出好吧，大唐出好吧？地府这波起不来呀，没法起来，好吧，没法起啊。普陀出，出个快的，好吧，大唐出个快的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出个快的。我要不要强拉自己手毒一口吧，给你们回一点。没必要浪费九转。你地府的话就给大唐顶一个，好吧，别让大唐死了，快点，就给大唐顶一个。他这波没有天眼了。空卷过来，我也死了。因为带了好多回春啊，挺上的。大唐多少分了啊？不够不够，只有三十点。你给自己顶个大金好吧，给自己顶个大金。龙龟拉起来活地府吧，地府活了。龙龟拉起来活地府，大浪给自己塞大金了，大金一定要塞上了。这一个就这样了，然后再还有一个。化身给自己卡辣了吧？卡了卡了卡了，要卡辣的。
清洗，妈的风拳死了，我操！我操！咋了？三点。下把可以点的马拉活，那杀嘛？不点炸了，那就点呗。现在武装都已经被封了。龙龟要顶个大啊！我怕活的不够，三层星而已，好吧？你套化身，你我的套化身，我知道我的套化身。点队长就把队长点了，好吧？就点队长啊！龙龟给大堂顶个大金，小马自己拉，点队长。三千开刀，这逼力怪的，好了，幺两三的三眼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吃了，秒了死波三千五，大招砸了是吧？大招砸的，妈最主要伤那把六层风卷，你宝宝有根吗？有根有根，他没卷还行。我操！我丢钱砸死，活就活地府啊！地府活了，地府出好包，普都出好包。小马的话给武装顶一个，小马给武装顶。我自己卡啊！哎，你说对面为什么没有解封啊？他化成精清的，应该是。但我人不对啊，他我人一直在笑或者破甲。他难也有可能会提壶会解掉啊。那他武装没开封印啊？嗯，他武装没开封印，拉倒吧。刚刚一个贴，然后那个孩子加魔镜。大宝要赢啊！妈的，先缓住啊，让他起来。可以啊，大宝棒。风卷来了。风卷，风卷。没卷还行吧。他不用风卷吗？他全力全抹这两个。封印没开，他们还要叠满天吗？不叠了，把法器继续宰了，或许活大他把法器宰掉。多点盐，要盐掉，你继续雷化什么？化成雷了，好吧，雷化什么？化成雷掉，挂不住毁伤，那三眼起来扛不住。我有金器，我金的算了，给你们全解了。我金器给你们全解了啊。那金，我把化成卡满吧。1730的紧箍咒，这个皮啊，有点猛，有点猛啊，很猛啊！我他妈才了1669，他光风得2000了。没事，平砍的。进了，力尽了，对面还拉起来。哎呦，我操了！哎，砍开好，还行还行。留白，我还行，还好不是。留白，你妈的！没加上线力，好很多，好很多，好很多。小马还绿了，给小马给自己顶个大金，好吧，拉缸子点法器，把法器点了来。你去把他那个宝宝给他戳开去，兵哥。戳不开，1100的血，戳不开。没事，他不敢逆了。他还怎么逆？他还敢逆啊？他不敢逆了。但是他没单位吃五龙了呀，三号再吃。这谁拿逆境？普陀拉过一个逆境的，他不能有那么多逆境的呀。法器得了，法器不是
少了吗？把他法器少死了，他法器。他法器魔怪，武装的那个宝宝拍他都能拍一千。用后甲够了，看你了。好、嗯啊。都贴了。死了！我他妈还个啥是吧？金不够金啊，够金毛金他。我说你金，金砸的。我肯定金砸，我死！我操！还有宝宝吗？还俩壁垒啊！有地府的 boss 高速还是龟速啊？高速。高速给武装顶大金，大金的化身拉个地形好吧，拉个快的，不拉个全魔的吗？金宝宝拉慢的就行，拉个全魔的，对面林波神起来了，关键是啊，哦，拉个快的吧，拉快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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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宝给武装顶了，一旦给武装顶上，嗯。接了算了，妈的！他也碰下午，还是给灯吗？那不点灯，点什么灯？他挖灯是不是有大？他妈的，不知道有大，不知道有没有大，我得，我得套他，传让我。他这个快，上号超快，他应该拉起来清理地境，你点这场哈就行了。上号比地府慢吧？不知道，不知道速度，不知道速度。你化身自己，化身自己加个笛子吧，好吧，化身自己加笛子，我把灯化身套了。清宝宝就够了，好吧，就清三号宝就够了。换自家笛子哈，等一下把法器活了。你怎么这么缓、啊？他没天眼的呀。我大金这样吃的非常非常快。小赛，没办法。嗯，可以可以。他队长没拉，操大哥神了。他不都没跑啊，化身化身跑啊很高。他现在化身几层人心，他化身没人心是吧，他会天地主要是。对，他硬天地的。妈的五个战役了对面。要干嘛这是。还好没雷的哈，有没有破碎啊？没有，哪有破碎？他化身可以鹈鹕开知道吧？他化身可以鹈鹕开，他鹈鹕开了，这一波武装一定天地了，他一定是要天地知道吧？这一波，这一波我们点不了，这一波化身出好吧？好吧，大的把自己塞满，大的上盾吧。文哥，你砸个钱，他直接死了。我怕对面妖了，对面的化身这波鹈鹕开了，不行不行，他一定天地了，出虫了吧？出了他化身甚至有惊情了，他化身他化身惊情惊开了，鹈鹕了，鹈鹕就是鹈鹕武装给天地了，没法整。我们大人多少分了、啊、什么时候够破碎啊？不够不够不够，哪够我没大金了，哇操！你没大金了，
都要命了嘛，机器人嘛，清理一下战役吧。他演了吧，他肯定看一眼啊，还好一个右眼，还行，独眼龙，独眼龙，这个是加伤害的啊，也猛的，那还是不好点啊，不好点，他一定天地啊，他化身也够的，他化身够大的，不行了，我这一波只能，我这波只能上盾了，你大唐上盾好吧，地法上盾吧，盾上了，化身推个防快点，这波全体防住，我的紧箍咒累五张吧，五张累了。我回春给自己拆吃了，我也给自己吃了，我好像这把不需要吃，这把不吃。现实大唐又没了，妈的个腿了这是。我化身一点零元，加过一个笛子是吧？又天地了。没掏我，起势巅魂，他不好说，一神封顶，一神封顶，全马没神，死了地府的拉我，地府的宝宝还在，他金石两要群两，可以死不了，我有破碎，我先撸他一把，可以。哎，别死了！心理破碎，把他捞一手，化身活就活，大难把大难活了。我努力去套死盾了，我让地府毒啊，找单外毒。他晚上刚用过水星，不够劲了吧？不够，不够。他用过水星，怎么还可能够？水星四十点愤怒。他要是这把水武装套我们化身也难受，其实给顶没给我顶是吧？相当难受。我顶了个小四。备玉的，行吧。可以上他了，没事没事。他加不加魔镜，他都是一刀死了。加魔镜破的多一点。妈，九转挺多呀！我操。我秒了，真他妈痛啊！这把我秒的，我拉个善恶。把普陀的愤怒是不是够啊？你地府够不够效？够够够！把普陀笑掉 ，OK， 把普陀笑掉。大唐拉个善恶，化身的话给你宝宝活一口，给你宝宝活一口吧。普陀的话反笑一下对面的化身，反正化身没用啊。你普陀上塔吧，哈上了呗，应该够塔，够塔了吧？我说别拉三个，你个点上队长手都行，拉他三个。我不拉三个，不拉三个。哎，不对，三个比你慢是吧？比大唐慢，三个比大唐慢，刚好在大唐之后。有不？先第六回合的，他守不住，没闪，没闪。有大啊，下一个。他化身一身人心都没有是吧？哎，守住了，他赚了，别说，这种卡不上来，没守住啊！化身一身人心都没有，我没守住，你守到不守？我没守啊，我出宝宝了呀！说了出宝宝了呀！你捡的分量还够吗？不够了，不够了。他秒我，我看他秒吧，我看他秒了什么？119现在，119要加四点分量才够，加三点分量。够了，够吧？够了，126了。
你大堂上塔呗，好吧，上塔一会破是把他法泄破了，地府叫宠吧宠叫了，紧箍着雷对面的化身嘛，化身雷了。你又雷化身，你又想动化身啊？雷他呀，你能雷谁呀？你告诉我，你就雷化身的，他武装比他化身还硬。我动斧头呀，这种脸。斧头有什么好弄的？斧头没什么好弄的，雷化身嘛，化身雷的快点。我马上24火剑斩了。他普陀每个孤剑七挺难受的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套不中啊。还行，笑歪了，笑我破碎的，不是笑歪了，我现在很慌。他三号不拉了，没点血了。我操，宝宝可以压丝，压不了。真他妈疼啊这！胡哥，你这回把他化身或者武装套，下回再套一个，下回就是还有两回合。你把死法活了，我这死法第一点血他就盯死他了。嘿。错宝宝吧，宝宝出了，错宝宝，错宝宝，地府、啊、上盾都行，毒都行，好吧，看着来吧。我起塔吧，我起塔，下回有大。行，那你地府起塔吧，起塔起塔，换人出宠啊，把宠出了啊，大堂上盾呗。哎，大堂是不是能点对面的？是不是能点对面的大堂砍呐、啊？砍我点法器兵，哎，能吗？没有，我点对堂砍了，我怕他拉起来开眼直接高速拉，对吧？我先点一把。不是，我记得你大堂你没有他那个孩子，你比那个孩子。快慢啊，少孩子！我现在拉满了，现在不确定。比他快，比他快，比他快！我记得你守不住他，知道吧？他少孩子拉的，知道吧？我现在是满，你知道吧？你是不是满？他是少孩子拉的，少孩子比你慢。一滴拉的话就守不了。对的。操他妹的！我他妈真的是服了，这是。那三号没什么九转，不拉。四号一直拉。没地府够是吧？地府够是吧？对，够够够，地府放掉吧。没活的，你们必得守他了吗？我怎么没守？我操，死法他妈废了，我日他哥！没活必啥呀？再扛几回，努力再扛几回，和马上剑斩有了。应该还会笑我的。让他得叫宠啊，得把宠叫了。他斧头贴的是不是又够了？啊，斧头刚反笑了，不够了。我要不盖个罗啊？盖个罗，盖个罗好像也行了，盖个罗。就一个紧箍咒嘛，现在。行，那你盖个罗吧。化身这波活就活，武装吧，武装活了吧。对面这波没有天眼神通，我这波血能骑手。哎呀，我他妈套了好水呀、啊！我操，我受不了了。他这把化身又是水清武装，天地了，别管，包天！我管他干啥了，我离了不想理他了，包天的。他化身水过，你下把把他武装笑了，他不够笑我，我可以破碎。OK 不？我把他套了吧。哎，没血的我笑他，我够惊奇了，知道吧？我够惊奇了。我们没那位笑他，只有你能笑啊。你大堂自己能开吗？开不了。那谁开你啊？谁开你？你告诉我。地府人开都行啊。哦，我这把侵蚀了，我操！你侵蚀啊！你侵蚀咱们这波点对面的。只能点普陀或者点化身，对面的化身什么卡？猫卡。点对面的。点化身吧，他妈的，怕个鸡毛，来一手，消霜挂化身，我金掉，我把你开了。我破甲了。你破甲破吧。血量够，哎，血量不够很少啊。
我侵蚀了，侵蚀侵蚀，侵蚀侵蚀 ，OK。对面又是天地，对面的对面又是天地法系的。笑破碎了，本来你这把笑武装，我破碎队长。他光辉没光过是吧？没光过，侵蚀很少，三千多开刀。真假我操！这他妈没腰，这化成多少血啊？哎，这独眼龙吗？还行吧。我操！好。他对面不是满路。我去把大唐活满，我说紧箍咒勒五段，把五段勒了。还有逆境的可能性啊？还有逆境的可能性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队长拉逆境，你地府给把阎罗令吧，要不先延吧，不着急，化成死不着急，给把阎罗令吧。你听你们的，阎罗令延吧，行，阎罗令延了，阎罗令阎罗令。红宝宝对面的哪个是善恶？还有吗？一。群一，把死人总清了。我下巴还够破碎的，下巴直接可以开无限干队长。啊，必须的！我操了，我他妈百风不中。下巴普陀怎么开啊？普陀开不了。哎，还在逆了！我操，吃五龙一号他妈抗风，一号吃了五龙，不可能逆，不可能逆。他吃了一号，啊，一号吃了，我他不可能逆呢。那逆了好，来吧，这他妈怎么逆？什么？就一个大就一个五龙，这怎么立？你下吧，文哥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下吧，先严了，先严了，先严了，你先严了，破碎破碎，把他们的凌波城先破碎干死，先好吧？先严了，先严了。普陀的话上塔自己开吧，没人开你。哎，化身人开普陀吧，好吧？化身人开普陀，紧箍咒把他武装勒了，快点快点，先勒一手，先勒一手。我要勒，我要勒。你只能套武装啊！我必须套武装。你套不动，你没辙。我没血灯。我套不中也得套他，这是。谁他妈开了我？哎呦，哦，化身，化身开你紧箍咒勒啊！我操了，我这封印他妈真的是日了狗了！你看，哎呀，这封印真他妈日了狗了！本来我想说，哎，算了。化身还几个武龙？化身？一个了，只有一个了。有鹈鹕的吧？有鹈鹕开大行吧，我地府金，我地府金，我地府金啊，那先让你地府金金掉，紧箍咒后面解了。一号壁垒，那可以上法器啊。地府金呢？什么？谁来消双挂？你告诉我，地府挂你扔开我啊！你开玩笑，对面他妈点套了。地府金金掉吧，紧箍咒解了，好吧，紧箍咒解了，快点。我们紧箍咒继续勒啊，勒普陀吧，普陀勒了。我他妈的能不能套中他一手？我他妈真的是服了，我能不能套中他一手？我这不套了，先取血灯了，没血灯实在套不中。他普陀应该还反怒。我开封了，但壁垒好像守住了。队长，下把开封可以直接杀法器，小队长直接挂我去，地府都有速度。我们宝宝是不是压队长了吗？压了呀，杀法器啊，所以说没有没死最好，没死直没死的话直接那就杀法器呗。好吧，那杀法器，我把这那武装套了。你化身的话，这一波活地府啊？地府活了吗？岩石下回双眼啊，一定要演。活地府吧，把地府活了，活了，活了。要我杀我要我的话，我杀他普陀。
差不多差不多一样的一样的，他法也扛不住了，全魔的，他法是根本没得扛的，杀了没面伤了呀，对面，我们就不用那个了，我大金已经够急，我大金一个都没了，我们已经我们只要对面的化身起不了，我们已经锁血了。我给你们解释一下为啥杀普陀，好吧？杀完普陀，你双眼双眼之后开无颠，全是尸体。我操了！没事，我可能有速度，自信一点。但凡有速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速度是有速度的。你妈的，摁防都来了，我防御都少这样吗？防御意料之中，但是我说杀普陀是最保险的局，但问题也不大，也能死。我操，普陀不会有金吧？操！Okay. 下边延了，好吧，延了，延掉，延掉，赶紧延掉。杀普陀也杀不掉，对面都顶血了。你扫完对面只顶了个大金，都是点你扫完普陀空缺了呀，他没防御啊，他扫就我砸了普陀死了呀。他哪来的金星文哥？听不出来的呀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紧箍咒继续勒，好吧，把那武装勒了，勒武装勒。地府延了，一辆延掉，地府延掉，普陀先勒。化身的话，害几个宝宝，宝宝多的话，要不拉个地形吧。别，他有面伤的。慢的呀，哦，你要拉慢的也行。攻的，哎，攻地形好不行了，那算了算了，别了别了吧。慢的慢的不行，慢的不行，杀吧杀不了杀不了，不行不行不行。不给你们点。没有，我有剑啊，下把可以交剑啊。每次给剑一个。剑要来干嘛？你告诉我。对面血都不满的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对啊，这不来了吗？操他妈，给我金刚去掉了。化身有诅咒是吧？化身有诅咒，大唐你交剑的话，大唐这波不死了吗？没勒武装，我都给了你方案了，文哥，你杀普陀开无间很好的局，无所谓啊，我下把拉。杀普陀肯定是小死亡啊，我杀普陀，我刚才那把挂怀那把我说的是巴普陀，那你跟我说点杀的时候，你跟我说点普陀，点普陀，别等法行不？你妈等说完了说点这个点那个，我说了呀，没听啊？点不点？点了，剑斩把普陀干了，剑斩把普陀干掉。谁拉我，我就给自己吃个回春。化身给诅咒，好吧，化身给诅咒啊！我宝宝拉你吧。你的快吗？我的慢，很慢，很慢。那你给我吃回春有吗？我没有。这波算了算了算了，我先拉起来算了。这波不一定死，文哥。找我的。10800，哦，受不了，11200。看砸多少了？看砸多少了？他有个很厚的盾，他有2000的盾，2300盾，10800，死不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们不相信我是剑的伤害是吧？还有，差不多，还有紧箍咒勒死了，紧箍咒勒死了，还有9800，还有9800。我宝宝快，我宝宝快，我宝快，啊，有伤药了，还9800死了呀！爆，累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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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法系死了，法系被弹死了是吧？你活血活大唐好吧？活血活大唐。地府的话，要不拉个地形吧？普陀拉个地形好吧 ？OK。普陀拉个全魔的，把那六轮车拉出来吧，拉。哎呀，拉普陀拉快的，普陀不能拉全魔，普陀拉快的。我大唐也拉地形了。哎，等等，他化身是不是活了？他妈的，他全部拉起来活了呀！是呀。还行，完了没套中。你大唐下部有没有破血破碎啊？没有，刚起来。他好像没人性啊，无所谓。29。拉化身。他这把手出不了，但是宁波能真能出个手。这他妈能让倒，我是你哥。你大唐必须得把那个，你大唐必须得把那个就是。必须得把那个就是宁波人戳死。我起死了，我起死了。起死了就直接开无间地狱，直接扫对面的。小死亡吧，小死亡吧，小死亡！化身给
给普陀的加普陀是六轮车不？快的快的快的，那给地府的加，你给地府的加，快点给地府的加。扫谁？扫林波吗？扫林，你扫化身吧，你轻死就扫化身吧，开不见扫化身吧。那行，那你快点点队长化就行了。那没用啊，他天地了呀，去该扫队长。行吧。套装化身发财，哦，你真养了？没套，真养了。你没套武装，没人性。他化身要必死无疑，他摔死，那他们这不炸了？砸了一个。怎么砸？快点啊，快点！哦，快点，先普陀的先砸的。普陀的先出手的，普陀的先出手。但是我也喊不到普陀啊，我肯定这么喊物理系啊。可能你普陀肯定喊物理系啊。嗯。用个镇压力去把物理系喊死就行了。你能随机到普陀也行啊。能能包能，相信我。物理死了，随机到普陀，秒得到普陀了。那是相信我，都随机的，康一定随机。秒得到了。秒不到他。秒不到，秒不到，秒不到，他有高速的。能靠随机，来来来来。好，炸死了，炸死了，全魔出手了，对面炸了。然后赢了我再说。我操，五号应该比法器快，没事，五号比法器快了。五号比法器快，我们五号是一增压两笛子拉满了，对面甩了一个尺，还好没秒五号。我操，你妹的，还快，你妹也快，挺惨了。这绿啊，我操，我秒不到法器嘛，我日，什么武装死了还行吧，下波可以，下波我拉个把法器砸了就行了。对，把法器硝酸挂的砸了，你化身活血活，活血活大头马当然活了。他们这么一个人拉起来，你再拉个快递啊，我肯定拉快的，你听，或者说是你去跟白帝武魂，文哥，白帝武魂也行，不要出宝宝，砸死了，砸死了，我拉个地。那出幺六三呢？出幺六三没辙。那你拉地线吧。出幺六三没辙。化身注意血啊，蓝。好，这砸直接砸上的呀，没用啊。这个跟我没关系，没点秘术啊，点秘术了是吧？我操，秘术了，但没事。那我跟你说了，你不听我。不影响，其实。咱不影响，把阳火枪解了。我有剑啊，随便斩谁就行了。你剑就斩武装，把武装斩了吧。他马拉一个。他没人心了，好吧？你剑斩了，普陀出好吧？硝酸挂武装，把武装挂了。硝酸挂武装。我这地形不要了，好吧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不是你渡劫鬼眼啊，你渡劫对面那个引弓啊，对面那渡劫、啊，行吧，那你渡劫化身宝宝贴我，好吧，化身宝宝贴，我害死我害死。你害你的，那我普通出啥？你说，出宝宝随便出，你别出地形就行了。你点砸也行啊，出引弓都行了，出引弓都行了，对面要天地了。啊，活血活不上的，一层人先随便活。没用，这是，哎呦我操，什么？我操，硝酸宰不死。差不多吧，挂下来。啊，活六千三是吧？差不多，你不还有个地府的还能害死吗？都是，啊、不行了还喊点血吗？往那有盾，七千多的血。你看地府那个哈多少都行，能不能哈出去很关键。终于破盾了，看我剑斩吧，六千多就行。六千，他七千。地府这个能哈出去不？主要是能出手啊，他没出手了，没东西了，他没拉物理。哎呦，爆了！爆死了！不爆也死，你不有亏吗？
换人套了，结束了。起鬼眼吧，起鬼眼，起鬼眼，起鬼眼，大唐破血干呗。我孤了啊，我不管了，孤哪算哪。肯定雷啊，肯定雷化身了。你换亏了吗？你换什么亏了？我把他套来，他也没人性，他也活不上血。他就一千血，一个亏不就死了吗？我亏他干啥？你累他不是一样死了吗？我把他套了，别让他拉人了呀，他说不定是拉人的。嗯，没毛病。这不他必死无疑吗？不知道我点着队长偏红的，能偏到普陀不？偏到化石，我操！队长拉归宿，养护，没有啊，又缺进去了。下哦，下把没那个了，没大爽了。他老不吃回春还得死，还能吃不吃回春？全死了两个。没了，他没输出，没了。我操，细了，我拉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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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话，大唐也破血没，宰一个隐身了。不不，大唐去破血队长就行了，然后你第五给他的宝宝上龟，哎，哈出去，把这隐身给他哈掉。我压着队长就行了。对，我偏红了，我压队长。我托肯定被勒死了。我这坤的话只能得化身，化身看什么神，神一下也就是怼啊。他勒死了，已经化身没上线了呀。我知道会累死了，人家会神，怕他会，怕他会，他们163的化身，见不得。哎呦，亏你的没毛病。我操了，怎么坤他妈打哪地方去了？你告诉我。关他哪？没地方打，没地方打，就一个特效。那都不打呗。就一个特效啊！大唐守队长一点毛病没有，知道吧？那只能拉队长了呀，出宝宝。没人贴。没就算了，怎么打？引弓，上二号引弓，二号引弓，我就点着队长砍就，我点着普陀砍吧，你点队长砸就行了，你比队长快啊，我比队长快吗？我不知道，哦，你没他快，你没他快，我你比普陀快，你砸普陀，我砍队长 ，OK， 我啥时候比普陀快了？我一直比普陀慢，你一直比他快，我一直比他慢，结束了，死了半钟判刑了。看我行不行？可以，跟系统说安排一下。我，你看我们的运气他妈已经够背了，总要有一手好运气吧？判的他妈判我输了。哦，是的吧？都把我判输了，你还要怎么地啊？我这好不容易又赢一场。哎呦我操！你妈的给我震死，差点。好了，没了，他不出了，引弓也固死了，那拉不起来人了。贴地心了，把地心贴住，平哈就行了。我自己有家，我平哈干嘛？系统刷吧。好，刷了，好，我再说一遍，文哥，我刚才让你杀法系的，所有人没，我刚才让杀普渡，所有人没有操作，都没有操作。好，你是对的，你是对的，不是说我是对的，他就确实是对的。那波杀法系确实不对，对面防得住，那波杀法系确实人家防得住，确实应该杀普陀。但是我说了，咱们并没有操作，好吧？嗯，还行还行，还行还行还行。操作完之后我说了，如果操作完我不会说的话，还行还行。你的。他法系本身就防御，再加有幺六三，他普陀本身有大，你找那么多。他法系为什么不秒地心呢？他法系好快，我觉得这个法系，他这个法系超级快，比我们那个敏地心都快。我那个拉出来的那个是595加天赋，加高敏，一百多加高敏。是啊，法系快。是的，是的，地府那个包括化身这个也是一样的。